没抓头发吗？不会抓弄的没有。睡觉他就自己动。好，跟白天的工作，跟奶奶在一块。嘻嘻嗨。呀呀嗨。嗨。哥哥要怎么叫他？你们都怎么叫他？我们叫奕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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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在玩，好棒哦。自己玩套圈圈。圈圈。我离开这个小人堆好了。萱萱，你也下一个，哈哈，一晨也笑笑。彤彤，你看哥哥跟妹妹都没有吃手，你手伸出来，鸡腿不要吃了。对，好棒哦！你看哥哥跟妹妹都没有吃手哦。哇，哥哥好棒哦！他平常也是睡醒也吸，睡前也吸。哇，哥哥好主动安慰吧，还有那个奶嘴是被动安慰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会有口腔期吗？看他到口腔期，可是他的口腔期好长哦。你们这个现在很会吃些东西，睡觉会吃。吃什么？对对对对，睡觉吃吗？可是平常会吃玩具什么吗？会咬啊。他就不会了，他都会，他一直都会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哎，快看爸爸，看爸爸。哦，看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，看这里。这里，这里。拍照怎么样？一晨，你会不会可爱？我说可爱。对对，哦，好棒！哎呀，好棒哦！姐姐好棒哦！对哦，好棒哦！姐姐好棒，嗯，姐姐好棒，给姐姐拍拍手哦，说姐姐棒棒。好，妹妹有没有要？好棒哦！对啊，有要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来这边跟他学，我觉得小朋友还是要在一起，互相互动。对，嗯，他就成长会很快。好棒哦！你会拍拍手。嗯。你也来看，对，一晨也来看。看到吗？哦。我要记得买相机给爸爸哦。爸爸那台已经很好，他那个已经很强了。对对呀，那个镜头那个一看就知道，好东西，高级货。一晨要不要画画？要不要画画？他那个是喷管，这是水，水笔。来画画。有还有水。有还有水。京都。嗯。哎，借哥哥玩，借哥哥玩一下哈。我们。你们有去迪士尼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现在还没好哎。之前有去过，但是。对啊，等大一点比较有一些，也比较好玩，他自己也都知道，不然也比较多可以他去玩的。大一点其实也可以带他去那个啦，去那个加州或是佛罗里达，嗯，那更好玩，加州五倍。哇，可是想到要坐那么久的飞机，就觉得十几个香港好了，香港。
挤的。对啊，而且都是大陆人。对，香港很挤，然后香港也比较小。比东京小。香港那个原先应该是我们的，应该是我们这个。对。有时候 有一些事情很可怜。咦，爸爸来了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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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哦！开始。嗨。现在都是一个动作，他大家都一样。嗨。嗨，你们画画，画在这里。对，画在这里。嗨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我的婴儿饼干。陈雨桐，你是食物导向哈？对，拿一个就好了。那一定是很好吃的。真越来越精明了。唐唐，你要有礼貌，你没有说谢谢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顾着吃，顾着吃，然后完全都没有反应。嗯，对啊。一般都是只有卖米饼，我是刚好去逛到那个日本商店才知道说，哎，花样好多。还有什么长条形的？这是我们日本蛮多种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陈雨桐，你慢慢吃，你要不要喝？你要不要喝？爹爹？你看人家只有几颗牙，都会慢慢咬，你都这样子吞下去在哪？不行，陈雨桐。不行，那个没的。哦，实在是太贪心了。亮亮的灯有没有？好吃吗？那好好吃哈。有油烟味了，我要去把后面关起来。